想哈喽想宝，大家跟想宝说过两岸。想想，你们要记得订阅这只小鸟宝，它会香香的，它会香喷喷毛蓬蓬，还会弹钢琴。弹钢琴，哦，好可爱哦。小小很蓬蓬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突然的攻起来了，我一直都很攻啊，我是那个公认的大猛一耶。Seki 白汤跟雪球都说我猛到不行，我直接一个反手把他们三个压在床上，好不好？我猛成这样子，还有人一直说我是大毛衣。哇，我这个讲话方式好像 Seki。 想想有没有，我刚刚那个讲话方式就是很像 Seki。 你还臭馒头。三位这都没有提到室友，室友这种存在还有比较多提吗？每天的好吧。好，没有，我在这里，不要乱剪。